环游全世界，我绕了一大圈，翱翔在天边，跟我去冒险。翻开世界即将上线啦！8月13日，请锁定优酷少儿。跟我去冒险。喂，月儿，明天就是公主裙 party 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当然准备好了呀，看。不愧是月儿，好，那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嗯，晚安。真好呀，美好的一天当然要从美美的妆容开始了。怎么样，公主妆容完成。去换公主裙了。哈，我的公主裙去哪儿了？这可怎么办呀？哇，朋友们，这个超好玩的。马叔马叔，你快帮帮我，我的公主裙不见了。啊，公主裙不见了。月儿，我帮你找找看。嗯，不在这。这里也没有。没有。我的公主裙怎么现在相册里呀？这可怎么办呀？有了。哈哈，月儿，看我的，五，八，哇！裙回来了，谢谢你马叔。嘿，小意思啦，哈哈。月儿快看，我的公主裙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有个主意。OK。现在就交给你了。哇，好香啊！月儿，放心，交给我。赶紧试试看吧。好啊。哇哦，这也太棒了。可是我最喜欢的艾莎礼服去哪儿了？
莎公主裙。我现在只剩下魔法棒了。我看看。哦，魔法棒怎么变成麦克风了？啊，我想到了，月儿，你可以用歌声找回艾莎公主裙。用歌声？我一定可以的。Let it go, let it go, can't hold it back anymore. Let it go, let it go, turn away and slow. 谢谢你，马叔，帮我找回了三条公主裙。不客气，月儿。哎，记住了，下周的公主裙 party 一定要好好表现哦。嗯，玩具盒里好多精